大家好，我是虎猫咪，这里是中山市垭口村。这里停车非常的方便，一大块空地，旁边就是洗手间。据说这里有全中山市最好吃的云吞，我们去探访一下。这个云吞皮很薄，分量也比较足，刚才那一碗11元，好香啊。这个桂花还在开放，现在已经12月份了。这个村子里面啊，有许多桂花，一路走来都是阵阵的芳香。昨天我们是在这一家吃的云吞，今天我们换一家。据说另外一家也是比较有名。他们这里的菜市场早上9点比较的热闹，现在是10:20，已经基本收摊了。好，谢谢。云吞是10元，然后加粉肠3元，这个是猪肠粉，也是3元。皮薄，和昨天吃的差不多，感觉这家的皮更薄一点。放了一点这种和这种，尝一下是什么。酸辣酱，番茄酸辣酱。好，挺好吃的，吃的好饱。
这家店面环境不错，服务态度也还可以。昨天吃那家服务态度一般，可能太忙了。如果你想来吃云吞，最好来早一点，他们这里是13点就休息了。这里的当地人非常的热情，昨天我在那里停车，他们知道我一个人自驾旅行，还送了我一些水果。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，准备去中山市里面。我的旅行还在继续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。拜拜。